吃完这个，我们白切的，然后呢，我们试一下第二道菜，那就是沙茶爆炒这个雪花牛肉啊。那我们试一下本土的一个做法。这个爆炒雪花牛肉呢，很香浓的牛肉的味道，嚼上去了，有那个牛肉的嚼劲，很香浓的奶香味。嗯，好了，那。 吃完这个呢，我们再试一个另外一个做法。这个就是小炒黄牛肉。 那跟我们的小炒肉呢有点异曲同工的效果，来试试，来试一下这个小炒的，就这个有点这个湖南的风味，怎么样？吃完之后感觉如何？感觉就是口感特别丰富的感觉，就是它里面有辣的味道，然后有咸的味道，然后还吃出了牛肉的那种鲜嫩的感觉。嗯。 果然是美食达人啊！那你觉得这个菜如何？非常好吃，斌哥的小炒黄牛肉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它那个辣味刚好，牛肉的香味，关键还是这个牛呢，它的品质好，啊，怎么做都会好的。